敵島香る50年島の沈めと賢くも神さにまじし飛び上の各位同心吼，咱继续来上课啊，就是把大家放轻松吼。我就陆续上，因为我迄个时代有一点啊多吼，啊，我即马就陆续开始来甲讲吼。啊，即、這个，甲大有同心欢迎吼，讲阮的法律吼，讲伊个做即做迄个讲师来讲吼。安尼吼，因为我即马来做一个迄个解说一下吼，因为咱的即个法律拢是为新台湾论出来吼。啊，人迄个每一个迄个讲师吼，拢是伊会吸收伊的一个点，伊的迄个心得，啊，佮伊的变成讲伊的功力吼，啊，伊要用多一种方法讲出来吼，是伊的无同款的迄、那个伊的迄、那个讲的迄个道理佮意义出来吼。吼，啊，那若讲你感觉讲你听遮多，啊，你感觉遮忝的，无要紧，你会使小休困一下吼。啊，阮尽量吼。讲较重点，互大家知影吼。啊，我甲拄仔讲的吼，主要是讲迄个年代吼，啊，甲历史啊，教育有迄个产生一寡关联，安尼大家听落来啊，较详细。我即卖是渐渐要来讲一寡管理吼。咱即个东西要讲，嘿。哦，我时间够好不好？因为我下卡个别个有力，嘿嘿嘿。我讲的拢重点，迄、那个下岗条约签约的时间，啊，甲生效，啊，甲迄、那个即、這个我甲拄仔讲的即个图嘛。但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，因为这是一个关联呐，吼。你若要希望大家去考卷首吼，即、這个主要即、這个日本拥有日本天皇拥有台湾的所有权是拥有嘛，爱予大家知嘛，吼。啊，过来，这下关条约，这个大家拢听讲，不爱听过吼，不爱听，因为感觉讲一直讲嘛。但是我甲讲吼，虽然讲，这大家江苏这侪人咧讲的，但是这个条约的迄个内面的重点，大家嘛是爱知啦吼。啊，你若讲头一个讲，第二个讲，啊嘛，互你复习对无？啊，你若感觉足忝的，我叫你小拍一下，因为咱嘛爱尊重江苏伊要讲的伊的迄个心得，啊，甲伊的。伊人嘛，伊个功力较火候对无？那后摆就是在座的有人变讲师，你嘛希望大家尊重你，你所你读个了后，你个感受啊，你个心得，还是讲你个，你看你有啥物能力，阿咩安怎讲，互大家了解安尼。但是讲虽然要有技巧啦，吼，啊那技巧无讲，讲我马上就变讲要偌好，还是讲渐渐就甲大家盘乱。我甲对个讲，你进步，我进步，这就是教导式的迄个管理的方法嘛。啊，这拢是，这讲的拢是，这拢讲的拢是重点啦吼。嘿，甲带迄个，我来讲这个美国的这个，这拢是重点。吼，这都是我自家甲整理出来啦。啊，我是啊，若讲迄个开罗会议，我是甲整理出来。为什么大家对开罗会议无遐了解吼？这重点一个一个为这个新台湾人论内面甲切出来。吼，啊，用简单图片吼，大家了解啦。吼。啊，这是我的心得，啊，心得甲大家分享。啊，若讲无解好，啊是讲无解好，啊是讲大家讲感觉讲我需要怎么做改善，我愿意改善，搁大家搁较深入的了解，吼。啊，即马我继续来讲这个，吼，这个计程车司机的故事吼。咱知影咱台湾民政府接近款吼爱做啥无？咱有跟着秘书长的脚步，他带领我们。但是毕竟秘书长他是人，他不是神，吼。不是说要一个人要，其实他要管理我们整个这个民政府团体，已经这天没啊，大家爱体恤他啦，吼，不要过多要求说，刚刚哎，比如讲，为啥要紧，无紧交予人进款，人台湾民政府，安尼有一点好的压迫，吼，其实赶紧嘛，无一定是好，你知无？真紧弄破碗，人应该爱坐，咱的人员爱坐，啊，咱爱够向心力。咱搁爱团结，啊你知影无？嘛有来干呢？啊无有现在去年425，也产生一挂美国台湾政府在卖在闹，搁咪讲占领人迄个什么人迄中心新村？啊，那美国讲战胜伊，敢战胜伊需要占领吗？伊需要叫人拖走吗？伊需要叫警察掠去吗？
所以伊唔就唔是正当的组织嘛，伊是为咱遮叛夺出去的。啊，你本身咱人无本身的人无团结，有二心。啊，你这个要哪？美国要哪相信你？要哪，互你接？啊，毋是讲全部拢秘书长伊的决定，咱嘛有决定呢。卖用别个慢慢讲，卖赶紧。我从来无想讲我要做啥物官，虽然大家有一个位。咱即马是要做啥，你知无？要甲台湾民众建起来呢，是种精神吼、哦。在台语有两，刚才听做两个意思啦，真诚嘛，还有那个精神，我很朝气那个精神。啊，有精神，嘛有精神，真诚的精神。你来讲，你若讲对啦，你可能有大概在座有即个经济，也是讲无好的来，吼。但是我请你，卖遐赶紧讲你要爱滴啥物物件。我希望是你人讲啦，我唔知讲倒一个迄个伟大的人讲啦。我想看卖是毋是迄个叫暗杀的美国政府迄个叫做甘乃迪，伊敢若讲一句话啦，讲吼，你爱想讲你为即个国家奉献啥，毋是讲国家要互你啥。你先奉献出来，你要知影讲你偌侪钱、偌能力，你要来建设台湾，唔是讲你即卖要得到啥，要紧赶紧咩啊？要紧台湾民政府紧接政权，我要赶紧咩有即个块。咱台湾人的精神，吼、哦，发挥出来，真诚的精神发挥出来，人看到你爱作为，人就跟随你了，你都变讲得嘴话。啊！你若讲我落要一直要一个位，啊！你讲你台迄、那个美国，所有美国台湾政府遐个人，要接政权，共创啊无创创乱七八糟，要甲台湾抹乱，安尼敢好？你想看卖嘛？你敢真正要爱台湾？你敢要做王尔嘛？你赶快用迄中国迄种一套要来去统治台湾嘛？我们台湾民政府要耳目一新。大家都有决定啦，法律好啊，等虽然讲江叔讲的，你会感觉还拢在重复，但是你有财政甲内面的台湾论好啊读好，你真正厉害，吼、哦！啊，咱有法经着，啊，你来讲，你就知影阮江叔讲的为啥要遐认真讲，大家拢一直讲过，为啥我们安尼讲？因为我们这条件要让恁更知啦，啊，可能江叔伊的。讲都是多少有人不一样的讲话的内容、态度、技巧嘛，啊，你嘛还有机会嘛，对不？啊嘛，好好啊机会嘛，啊嘛希望甲大家迄、那个，因为吼、哦，我才希望甲大家互动的啦。啊，想讲吼，其实我嘛才还蛮讲话，是我嘛是慢慢啊，感觉看到恁袂恐怖啦，因为酒台哦，你看我爱看恁遮侪目睭的，你知无？有无？啊，搁爱看恁的反应表情呢。啊！你正经要困无要紧，你困拢无要紧，我拢绝对开放。啊！你若讲起来，困起来，我目睭热热，哦，啊！你可能听搁较清楚吼、哦，你尽量困。啊！你若感觉讲啊，敢若重复无要紧，你嘛困。啊！无你又讲你拍开，你想要看书，拢即自由的。那希望咱读册吼，毋是咧死读书啦。咱是要讲吼，踊跃发言，踊跃跟老师互动，啊，咱有些创意的思考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进步，啊，咱民政府嘛进步，大家拢进步。啊，这政权够有路用啊！啊，你讲中国迄种社会，老师他妈戆戆咧教，认真咧教啦。啊，恁他妈戆戆咧度孤咧困。啊，这就跟因迄个因中国的迄个教学生的方法同款，填鸭式的嘛，咱不爱。我希望下摆咱的迄个文部省，吼，大家在座的学习的囡仔也好，还是大学生拢好，都会很快乐，而且脑筋想着说我怎么讲比老师更好。我怎么要问题吼？可以问到老师，啊，让老师无惊吼，你问到，伊就讲一句话就好。下课再谈，我回去再研究。哦，啊，老师一个民主安尼啦，我懂啦。老师吼，无一定爱比地主，无一定比老师更加无好。啊，老师嘛，无一定讲比地主更加歹。我讲术业有专攻嘛，对不？你个文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。你有才情来，你起来，你来讲。安尼，我尊重你。好啊，我来讲，你尊重我呢？啊，我一个迄个学员，我咧讲，我尊重伊的想法。啊，你嘛了解阮学，阮老师嘛咧训练，我嘛是即马教的，其实伊可能要一百几啊啦吼，啊嘛是安尼咧训练出来吼。啊，那大家有优秀的，有啥物
想烦你嘛，阿伯提醒起来，咱那么来共同来做来，甲咱台湾民政府建起来。啊，你要做啥物位管理的位，拢希望你有迄能力去做。我讲你话讲伤久啊，可能才进到十二点嘛吼。安尼无重点，即、這个故事是较好个故事啦。我惊讲我迄药师论坛拢无讲到吼。阿伯是讲大家去网络去听我即个故事好不好？我即卖主要是讲吼，即黑人个警察书记，你莫看人是皮肤是黑的，你著共当作人是次等国民。即、這个黑人个警察书记的意思是啥？落一个白人的迄个白人富人，牵一个白人的小孩啦，伊在迄个路中诶去甲迄个计程车砸车嘛，啊去撞到一个黑人，啊迄、那个囡仔幼幼囡仔都毋捌看过黑人啊，伊就讲，妈妈，即、這个黑人奈遮尼恶，伊是毋歹人，啊你计程车司机迄边是要我去倒，啊你甲我讲我歹人，爱着点点嘛。因拢时常迄个，因咧黑人拢感觉因袂讲白人批评的，啊拢咩啦讲，就是讲拢窝着啦，心里很不愉快这样。但是人迄白人的迄个妈妈哦，伊有较有智慧，伊讲好啦，小华好了，小华你知影无？咱倒个迄个后花园啊，迄、那个花有遮水的无？有遮芳的无？有讲菜无？有讲有啊？啊妈妈，你要讲啥？啊你甲看你长我去种的迄个。字啊，是毋是拢乌色的？安尼讲，因囝是毋知影。乌色的种落起来，你看伊要安怎发展？有芳的，有白色的，有黄色的，有彩色的，还变成伊即个字内面，伊本身伊的品质啥的嘛？毋是讲伊，你共看人乌的，伊就是歹的嘛，对无？啊，若即摆我生只歹，那个是毋是讲我嘛只歹？袂使安尼看人，袂使讲人只肥的，就讲我向你共批评。所以那种心内吼，人拢是安尼啦，喜欢那个表面那个光鲜亮丽啊，伊根本你要给他注意一下。我意思是安尼啦吼，好啊，我注重的是讲哦，咱今摆美国总统是奥巴马，人是黑人嘞，这厉害做个总统嘞，好对不？那个奥巴马鼓励一下好不好？拍鼓一下，吼！我这意思主要就是要甲奥巴马鼓励。拜托伊，甲咱台湾的迄个国际地位非常正常化。啊，咱讲就算咱接近款，一定有时间性，你放心。比长气，我一个第一长咧迄个台北州吼，咱有一个即优秀的迄个讲师讲比长气，咱比咱的气比人较长。伊就讲吼，咱讲你袂使讲看人讲等啊，我白等啦，我来走，我中途下车。你经营的，你努力打拼的咧。啊，过来，你是要奉献出来？我讲真心的精神，唔是讲我即卖要得到啥物件，得无感觉啊，盼不到啊，算了，放弃。有啊，有一群人拢走啊，我拢知影一群人走呢。啊，看到啊，咱想要跟伊走，啊，伊是为啥要走？你家己爱想法，你要他妈要得到啥，要奉献啥，请你弄清楚。在这边不是来赚钱的，也不是贪污就是判死刑。啊，那你也讲我们社会秩序维护法通过，啊你在那边乱的人，就是你讲就给你提去鞭刑，拢讲较清楚啊。虽然讲今麦咱的迄个法律还袂劈起来，吼，啊有淡薄淡薄乱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是人治，以后法律定出来就是法治。你若乱，我跟你讲，你就上去迄个纪律委员会，吼，我们来处理，就是这个组织要很健全。我要来讲吼，咱台湾民政府吼爱响应迄、那个顺应迄个马斯洛，大家拢知影马斯洛就是迄个生理的需求、安全的需求、社会的需求、尊重的需求、自我实现。啊，那即马即个政权拢是无你自我实现嘛？你讲哦，你食袂饱，你无安全啊？那个你去实现个较好的物件，把你当作啊黄色小鸭，把你转移视线。啊，那一个迄个又臭又炒过臭生的迄个新闻，你把你报，把你转移你的思想。无你思考的空间，无你完成你想要做啥？请问你来民政府，你要做啥？来，你就是要自我实现。你有要有一个是被尊重了团体的一个隶属感嘛？还有被爱的归属感，至少你这个要完成社会的需求嘛？今麦拢是讲讲食穿啊，搁无安全。今麦个食啊，你看现在只是到这里了，现在大学毕业19K 而已耶，我生活都来不及了，我还搞这个干嘛？所以，我们台湾民政府就是要让每个人都自我实现，对不？啊，你每一个人有这个哦。
袂使讲我回去，我都这都淡掉，足可惜的呢。你现在正在耕耘，所以请你把精神，你的精神，你想要当讲师，你想要做一个管理者，你今嘛就开始经营。我好，你放好你家，你要安怎做？你怎很快就被人家淹倒啦？迄中国人话厉害嘞，因咧 group 来，就甲你淹倒，啊，就凊彩签一个，互你叫你签，做互你当。你要有智慧去接个，你现在就要做了。拜托你今嘛就爱做。我讲嘛，恁中国人啦，因中国人，因中国人啊，拢是甲迄人民当作是伊的。吼，我要甲你吞打，要甲你剁，要甲你拍，要甲你斩，拢会使。你都爱来饲我。啊，人迄后壁毋是呢？哎、欸，我是迄个为人民服务呢，纳税给我，我就要为他服务哎、欸。我们 TCG 也是这样哦，你做不好你落落来，你不要说你刚刚说站着什么粪坑不拉屎哦，你都不会能力，你都落来不能力，有能力的人，你们讲伊能力不够好，你要甲压扁，啊你就甲中国人同款啊，对不？你就爱甲人无同款的管理方法，你无好你就好好的人去做，人讲无个尻川卖食迄下药，你有尻川你就食下药无紧，我就袂闹腮，我意思嘛，意思你知影嘛吼？所以不管安怎，咱迄、那个就是我讲咱日苏美战吼，哎，迄个树有一个大树啦。我讲哎，咱个法理根基嘛，是一个根啊，摊出来以后也是人啊，有新陈代谢好的人啊，出来咱都可以做。啊，搁咱个专业，啊，后来我们不能贪污，这就是我们基本上这个主要的重点，要大家了解吼。啊，过来咱爱学这个终身学习，土劝举。土劝就是讲，咱爱改变，卖阁予人去甲人迄个思想，甲人糟蹋，甲人洗脑。人爱改变，还有新的生活出来，固执的无好的，拢甲抽脱出去。啊，过来，咱爱学要甲人相处伴暖，袂使我气魄叫我咯，你唔对，要争来争去，叫做恁的感情都煞去。你着爱安怎甲人伴暖，后摆要做管理的人爱知影要安怎甲人伴暖，啊，甲分享。哎、欸，我即卖哦，我在做这时代哦。所以我拢即辛苦去做的哦，虽然讲无偌好啦，我阁继续改善啦。但是这嘛是我分享给大家呢，哦，多谢多谢。啊嘛希望大家分享给我，啊是咱是进步，卖扛起来，卖暗扛起来。哦，我扛起来，你即安尼你心肝，我无心肝。拜托个，咱是要传播进政府的人拢提升起来呢。啊，你暗扛起来，人嘛知影讲你这种人的，是小眼睛是小什么？不等他矮。咱有好的物件，咱分享。咱秘书长就是分享。你看咧网络，咱官网内面拢是有嘅文章，咱伊研究嘅物件分享出来，奉献出来，伊敢有摕去唱？伊讲全台湾嘅人知，啊，佫有人咧嫌弃咧。所以我拜托大家，来家的有啥物秘招啦，不要让它失传，好不好？大家奉献出来，哦。啊！若你讲有啥物迄个阿伯有啥物才情、有能力、idea， 哦，啊，就拜托你吼，啊，看有写一个方案，吼，啊，有一个教材，吼，啊，奉献出来，啊，咱台湾人，这个社会，咱个台湾会进步，啊，这个是重点吼。啊，过来学遐做代志嘛。啊，像我啦，我拄啊出来社会，我啥拢袂晓啊。讲我是药师啊，我不如袂晓跳油啊。啊，表示啥？我袂晓，我是咪合适？我都学遐做代志，啊！你莫讲哦，我敢那比人家有迄个心得，我就要讲哈戏。你比较弱，你去帮助弱的人嘛。你比较强，我们主管都看得到，你真的是有才情啊！又会奉献，又会教导别人，人家把就先头壳顶的嘛看有。啊，咱都唔是中国社会遐的人，对不？啊，你也免惊讲你的物件会无去，啊，你做会出来，拢天咧看。人在看，学会做代志，学会做人，啊，搁会帮人，对不？啊，你嘛爱这个不断的追求知识，你台湾论这个基本的法律知识，啊，搁其他专业的知识。迄专业意思是为头甲尾，你好好研究就是你的专业，唔是讲甲局限在读学校读的啦。啊，搁我讲嘛，学会发，吼，啊，你这个，互你这个人，或者你这个主管去迄个管理。啊！你要安怎甲这个你的迄内面结果，啊，要安怎甲伊发展出来？
好，例如讲要修理汽车，你要安那开？你想要发展做一个迄个汽车行？安尼，我来做药师的话，拜拜安那，可能我搁要开药局。安尼，你学了阿伯阿伯对家己自我实现，啊，你的发展是啥？这就是你终身学习的七个面向。那大家吼跟着我念一次好不好？来，学会要改变，吐劝句，学会要跟人斗阵。To live together， 我还要讲分享 ，to share， 我还要做代志 ，to do， 我还要帮助别人 ，to help others， 我还要追求知识 ，to， 我要发展 ，to be， 安尼记起来。目睭开开，来，人还要讲几个，吼，大家去当去想一下，吼，咱进步来七个面向，吼。像我迄个时间无够了，吼，刚当爱要小冲一下。啊，咱先来看一个影片好不好？台生，咱来看一个惯例，吼。咱一个团队内边有多一种人吼，咱为这个影片咱会再了解啊，吼。啊，你下摆去接一个进款哦，可能内边嘛有一款人。啊，我一个来解说。一个团队要完成一个目标，吼，就是要有一个领导人。那么，咱今麦领导人是啦？秘书长吗？这辛苦的无咧摊着无？帮助伊的人对不？是不啦？是不是？好啦，加油哦！每一个拢是安尼哦，吼。啊，这就是咧拍拉梁的人啦，无要做啦，啊，感觉讲个五四三的啦，但基本上伊对一个团体哦，无啥物好意，啊嘛无排害啦。伊吼就是制造麻烦啦，啊，虽然伊一个这个团体啦，共产共西啦，啊来破坏内面的团结啦，啊，但是吼伊阁无法强调，啊，阁一个袂出来。你也要去管理一个迄个所在吼，第一，你就是爱先定定你的目标伫倒，啊，目标就是要搞员工爱做的代志，但做了后爱有共识，啊，搁执行，啊，执行的当中你搁爱不断的沟通甲改善，吼，啊，搁找出要解决的方案出来，吼，伊做无好，啊，就咪搁爱
迄、那个 modify 一下，啊，这 modify 要安怎 modify 是要安怎改善，要安怎解决，你就要提出来。啊，若讲你提出来，结果伊阁无继续做，啊，无照你方法做，你是毋是爱阁改面谈？啊，讲你吼面安怎面谈？伊一条一条列出来。啊，你我咧甲你面谈时阵，我来记录。啊，你有执行无？我记录。啊，若我要拍考试的时阵，我甲你讲的时阵，我就通好有证据讲，互你，你都做无好。吼，这拢是爱迄个考核啊，甲面谈。啊，若做好做歹，咱要安怎公平？吼，你做好，考试要安怎甲你拍，就是加分。啊，若做歹，咱是要安怎甲你，迄个卖讲惩罚讲较严重的是，要安怎甲你做一个吼，互你辛苦考核啦。吼，你是要有一定的制度功能出来，对无？安尼，该来激励员工，搞向心力。啊，我拍拼的人，你都无搞我奖励。哎，他妈遐咧，你他妈遐咧乌空的人，你都要啥拢给伊？我安尼，我对这团体我都慢慢来走。无啊，你工作给我做，结果你给我安尼这种待遇。啊，对啊，你做主管的，就爱分，你就爱很公正呐、啊，要赏罚分明，吼。吼啊，我讲这个良性的循环是讲教导，每一个迄、那个。每一层拢爱有领导人，阿咩啦？迄个互动、沟通，我甲对即个学员讲爱互动，这足重要诶。了解我心里想啥，啊，你有注重我即个人诶感受无？啊，我敢愿意要踮啊食拍拼？啊，你也无甲我注重我诶感受，我来食要创啥？对无？有照顾我诶心无？甲对我讲迄个马斯洛无？迄嘛是爱照顾你诶心对无？还有隶属感、社会的需求、自我实现的需求。啊，唔是讲恶性的呢，啊，我会晓，我都不爱分享给你。啊，你比我较歹，我就甲你压迫。啊，你我哪要互你管呢？就想要甲你按到倒啊，叫你弄啊不畅畅啊，对不？所以我讲良性的教导，咱较早拢是专制的课程啊，啊，即马咱学习，但是学习拢是个人的。咱即马就是讲吼，你每一个人拢奉献家己知识，啊，变成一个知识库嘛。啊，咱落去迄个网络去甲你截取的知识库，我就进步起来，吼。啊，过来讲吼，我即马是迄个教导者，啊，恁是学习，啊，我咧吸收我今日讲的，啊，然后咧互相来学习，吼，啊，你有较好迄个心得，你甲我讲，甲带迄个学员甲我讲，哎，我有进步，吼，啊，我讲互大家听，啊，大家有进步，啊，你进步我进步，大家拢进步啊，是毋是安尼？那种教导式的即个组织嘛，迄、那个陈定南过世的那个陈定南先生，伊就是教导式的组织，伊就甲迄个宜兰管理得很好。啊，佫伊毋是迄个叫啥部长，我都袂记哩。啊，法务部长，对啊，咱嘛是讲迄个打就黑金，对不？人就是教导是迄个组织，即个方法来教导人，所以陈定南伊予人怀念，你有怀念陈定南伊对即个咱台湾的即个政治、即个社会是有奉献的。那我希望大家来咱台湾民政府，你家己是要奉献的，咱是要迄个更救的。不是要来坐轿的，要有这种真诚的精神，精神的精神，对吼。哦，我刚拄仔讲三支宝剑嘛，就是这个棍，就是咱的迄个法力，啊，这咱就是咱弹出来叶啊，啊，咱就是立小臂剑，吼、哦，是三支宝剑放在身上的，啊，搁咱的专业，啊，就袂使贪哦，你若贪哦，就是爱去判死刑，吼、哦，你大家知影吼，阮这纪律委员会这种定好好，社会的那个秩序维护法。现在在审理，一旦审理过了，就是要实施了哦。那我的重点才拍摄剩二十分，安尼我要来讲上第三张批啦。咱即马要执政，身体健康，请你保重吼，照顾好。我要讲的这个故事是讲吼，一个少年人三四十岁就来甲耶稣迄个报道啦。哎呦，讲哎。啊！我加几岁呢？我爸爸甲妈妈甲我一个孤囝呢。啊！你会使给我时间等去甲我爸爸妈妈休息呗？啊！耶稣就讲：哎、欸，我唔是讲常常叫你来呢，我已经给你三条批呢。嗯，三条批？啊，啥物三条批？第一条批，你有感觉讲你腰骨酸痛，啊，脚头袂爬行，袂落行，啊，袂爬悬袂。好，我先给你一条批啊。啊，第二条批我给你啊。讲有？啊，你有一届叫昏倒，叫啥物病？哦，你第二张批，是第三张批嘞。啊，你有一间开刀啊？你在我面前，我你说哈啰啊？你袂认得我吗？哦，哦，你是耶稣哦，哦，真歹势，有眼不识泰山呐。我拜托的啦，啊，我是孤囝，你让我等叫妈妈休息一下。啊，耶稣就讲好啦，无你让我安尼啦，
安尼是偌济？伊讲少年讲我无一千万啦，我安尼尔啦，无遐济啦。哦，一百万我嘛无啦，无一百万啦，一箍啦。哎，一箍你有无？你有无？你有你正经有无？正经的啊，你有无？你嘛有？啊，你有无？你拢有？拜托诶，啊，世人哪有钱？世人有钱无？你若讲钱本来就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嘛。你死去都啊，就是一个空空的身体。哎，你那辛苦哪有钱？啊，所以这个意义存在嘛。那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东西吼，对不？咱来看看蛋诶，我们带的过去的是什么东西？有人给他讲没？我们带的走的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功德对吧？吼，我讲嘛，真诚的精神嘛。你做了什么功德？你做了什么东西哦？迄上帝拢给你记录，吼。啊，都有人会较早过身啦，啊，有人会较晚过身啦。啊，变成讲你，咱也要讲从宗教来讲啊，有迄个什么轮回啥啦吼。啊，若讲什么吼，迄我较无了解啦。但是我一直坚信讲，你做啥物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你做啥物因缘，你就得啥物果。我个人是相信安尼啦。啊，后来是安怎，我是敢唔知啊，因为我嘛还袂行过对无。啊，就是讲上帝吼，我过去批，我就小作文一下。我嘛最近脚头好咧疼咧，我来去我。我来爱去受罪，我即马是一礼拜受两支罪啦，啊受罪啊，迄、那个循环较好啦吼，啊有运动着啦，啊要食会使食啦，啊一定爱运动啦吼，吼、啊、这是我互大家一个概念吼，安、啊、尼大家有了解我咧讲啥吼，好啊，歹势即马就开始咧讲药物啦吼，啊你小米食嘛，啊我嘛有一种比小米食的迄个法力吼，安尼咱是毋是平常时身体也无好，爱预防。吼、哦，上帝啊，你批啊，你是卖预防，好、哦，过来啊，真经无好，咱是卖去治疗，啊，治疗袂使浪费哦，你需要去治疗。啊，那医生也无甲你开药啊，你会甲医生讲我要开这开那袂？啊，你都无迄病，你开迄是要创啥？你加了医疗浪费，啊，过来嘞，啊，你又加了你新陈代谢，你搁会排肝呢，搁排心呢，所以无需要，你咪讲医生，你甲开这，啊，你要做医生，是医生在做医生，唔是你在做医生呢，对无吼？啊，较清楚诶。啊，那既然治疗无好咧，咱就爱去一个健康的照护，一个迄、那个，譬如讲一个庇护所，还是讲护理之家，还是讲坐月子中心，类似吼，这种的团队照护的这个所在，啊，继续给你治疗好安尼啦，就是 X 加 Y 啊，等于吼，跟咱个李小米讲啊，台湾的迄个法律，吼，啊，咱起码是主要拢一个即地啦，拢咧治疗啦，啊，治疗啊，就有遮侪医疗方面的浪费嘛。啊，希望讲在预防方面，阿摆吼，在即块吼，搁较加强一下，吼。啊，在即块嘛爱加强啊，你袂使讲我治疗无好，就一直在咧浪费，啊，拢无咧照顾啊。啊，预防是最重要的啦，预防医学啦，吼。啊，过来啦，咱即个吼，各国的种产业拢甲药师有关系，吼。啊，咱即个药的方面吼，就爱大家了解吼，用药的安全，莫去买地下电台。啊，那洗身吼，嘛即个。嘛，遮害的呢吼！有些台湾人奈遮兴讲，咱平常时咧病院看病一挂堆问题啊，何况是你地下电台药啊来路不明，啊你安尼敢食落去呢？吼、哦，遮勇敢的，啊若摕这个勇敢来去拍迄、那个恶人，唔正好诶，对，歹人就唔正好诶、哦。我要讲这吼、個、电影来看医药啦，药丸人生是咧讲，咱阮药师的吼也操守啦吼。啊，咱药师敢会因为家己吼个人家庭的问题吼，啊去制造一寡迄个毒品，哦，家己感觉哦安尼我较舒服，啊你即个是禁令，这拢是唔对的。啊，即、這个药师吼，伊迄个脚步踏错了嘛，啊嘛去叫外口即个，伊去上药啊时阵去熟识伊的情妇，啊，伊即个情妇吼，伊说做啥物款吼，我大概看一下，即、這个沈佳穗，即个演员。啊，结果吼、哦，引起人的注意，伊即、這个迄、那个稽查人员踮在伊遐，要开始甲伊稽查。啊，伊即个甲即个查某联络，讲我要安怎应付？伊脚步打叉，对不？叫即个外靠即个情妇诱惑，啊，伊家己阁心内只郁准，因某看袂起，丈人看伊袂起，伊要自暴自弃，要甲即个情妇要私奔。啊，伊要去害伊即个翁啊！啊，即个戏剧足趣味的。
卡步打叉咩啦，找回自己。咱台湾人卡步打叉咩啦，找回自己。即、這个咩啦讲，就是因丢人把伊扛棒，伊明明都、就是，伊迄阵是伊的新路啦，咧学习。啊，有才调该买起，因丢人把要退休，但是佫有因的牌，伊的。伊讲，你无用我的牌，你灵魂要安怎吸收灵魂？啊，伊就遮委屈了，我就甲你背起来啊！啊，拢看伊袂起，因就踮啊遐咧。这为啥要用遐阴暗呢？就是讲，伊的心观就甲这个阴暗同款。爸爸啊，甲因爸爸外口的查某啊，甲迄个伊本身的某，拢对伊遮无好，伊的心就是敢若黑暗的，云啊甲搭在伊的心肝。伊就是讲，我要赶快找回我自己，伊就甲因某离婚啊。离婚了后，伊找回他自己。哎，但是伊犯罪没他脱身。你做坏事要有报应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伊较好运的啦。啊，即、這个吼，伊即另外一个新罗，伊嘛咧吸毒。啊，一透早伊就死在因的迄个药局的。啊，都找到即个歹人啊。叫伊本身是有犯罪啦，但是伊的罪都叫伊犯过。咱讲无较好运啦。即种制毒的吼，都是在判刑的啦。这是戏剧，啊是甲你讲吼，重点在怎么找回自己吼。首先就是开始怎么去找回自己，去做，脚踏实地一个卡步去走，咱嘛是爱一个卡步走。咱台湾安尼，即久咱阿无，第一个法律来进前，咱拢卡步拢打不稳，啊拢行唔着路，迄人互咱即个境况互咱行唔着路，咱即马就重新开始。找恁咱家己价值出来，就是我即马伊这吼变伊个名，当伊内面我进步嘞，佫存遮侪新的货，来客源佫遮侪人，所以你袂使用古早你家己个人丢人，把家己想法讲，我安尼个丢你都唔丢，人嘛少年人嘛伊个想法，伊奋发的方向对无？爱佮伊个计划，你嘛爱讲尊重，对无？然后发挥家己迄能力个。啊，这个机会啦，吼！啊，我这是讲为电影看这个，这个就是迄个梁山伯与祝英台，大家知影这啥人无？乐弟对无？伊就是要去杭州读书，啊，不爱去读，伊就讲梦讲，讲这個，吼！啊，恁伊掉落去身边，讲恁查某囝，伊就是伊啦，吼！大家知影这故事吗？所以我讲这紧的。啊，你这个十个药啊，梦讲不可能有的。伊的十个药啊，我嘛有十个药啊，啊，就是这爱讲给大家听，吼！那跟迄个门诊看病，拢爱经过病医挂号啊，爱啥物抽筋，还是讲要基本的资料，啊，给你锁啊电脑，输入电脑，然后看诊，开立处方，到要完成。啊，有诶病人就咧讲，啊，恁有，哦，恁安尼处理好，啊，我等安尼几点钟，伊连讲吼，伫诊间时间拢算入去啦。啊，就点啊发飙嘛有啦，这个是一个迄个流程吼。啊，你摕到袋啊？请问你摕到袋仔是毋是？爱看你药袋仔是啥物？是毋是你的名？吼，是毋是你的名？吼。啊，这一个你不食药啊，是毋是这药啊名跟名同款？吼，啊几公分呢？啊每个食几粒？啊，伊是口服的，吼，伊是食的还是吃的，还是抹的？啊，长期拢爱看。啊，你讲啊，我都相信药师啊。我嘛甲大家讲，药师嘛毋是神，吼，我嘛有错误啊。对阮的错误，阮是在遮抱歉的。但是要预防错误，我希望一个整个的医疗环境，大家拢爱成长起来，啊，病人你嘛爱成长起来，啊，那阮若有做错误，阮愿意改正，啊嘛，给阮机会，啊，希望你嘛多多了解医疗的知识，你药袋仔摕拜托的，你嘛小看一下，吼，安尼较好啦，吼，我嘛有一寡错误，走去病人的面前，我嘛有啦，我嘛有这个经验。我会甲病人道歉，啊，佮讲即个内容安那来龙去脉，啊，佮安佮甲迄个，佮甲迄个药物咨询一下，吼，啊，那你要看甚物病人啦，啊，那病人吼，伊较敦厚的，啊，那较歹的，袂叫你赔钱，啊，那佮较歹的，支持他开口。我是讲咱台湾人讲啊，我毋是讲要求大家放他一马啦，啊，阮继续错误啦，毋是。我是希望讲吼，咱爱留一步路安尼，有一个台阶下呢，不要赶尽杀绝啦。任何行业都一样，就留个后步给别人行，啊嘛为你家己行，因为你嘛希望大家留后步给，互你行啦。吼，你有检查你嘛做唔对，啊那就留一步路给别人走，
我是感觉安尼，咱就是咱台湾人本来就遮敦厚的啦，是经由这个要七十年的这个教育，变啊讲哦，咱无甲顾死袂使。咱较早咱台湾人是讲，我宁愿食亏，我袂去顾别人。即卖呢，我特别顾你顾死，啊，你就爱赔我几啊千万，安尼我才欢喜。咱个心态吼，莫遐无健康啦，我是感觉是安尼啦。啊，总有一股气，气到要死，安尼呢？我嘛希望讲吼，啊，你过几工，佮想看卖，你敢要安尼？好，家己就哮喘嘞，气对无？盛怒在脑筋里面就要爆炸对无？啊，你是毋是佮去就哮喘嘞？我想讲，我甲顾对方，安尼有甚物善心，甚物效果？啊，小想一下安尼啦，就留一步路啦。啊，以后我们的迄个法律嘛是即健全的。啊，你顾人啊需要甚物条件？啊，即啥拢啊即是分明的啦吼。啊，讲咱去外口买药啊嘛是爱看伊迄个厂商是甚物名，地址甚物上重要是迄个制造。迄、那个许可证的字号啊，甲迄个有过期无？啊，这拢是迄个架上会使买，就是讲药局内面会使买。啊，但是迄管制药啊、安眠药啊、是抗生素，迄拢袂当买。啊，要处方药，要处方的迄、那个处医师的处方才可以卖。吼，啊，这也是讲架上迄胃药啊，是讲我咧基本上迄感冒药啊，吼啊止疼迄药啊，药局吼，政府许可迄个架上药局架上会当买，都会使买。我刚才讲吼，这型爱了解吼，就是讲，阮针对你的诊断来用药，啊，你回去你就是看讲这个剂量、剂型吼，啊，当然迄外用药也袂使去点目睭吼，安尼点耳孔的袂使去点耳啊，有当时啊，迄制剂也使点耳啊，啊，一定要问药师，有迄目睭药膏会使点耳啊，买点迄个孔嘴，即问药师拢甲你讲，啊，你千万唔好瞎点瞎点，啊，唔知影都点唔对吼。所在听唔对，吼、哦，啊，即有造型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有迄个食的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够有大的，啊，有迄个舌下定吼，迄感觉喙齿会开，有混有醉，真拢有，吼、哦。啊，即来讲，虽然讲伊的有效是日期吼，搁在内面，但是已经昏化、变质啦、变黄啊，吼，请你着较细杀。啊，细杀唔讲凊彩谈，我搁当搁会讲吼。伊变质啦，就卖个用啊嘛。讲伊个有效时间，啊，你袂用到伊有效时间哦。因为你一拍开，啊，你空气甲湿气拢入来啊，啊，拢也变歹去，吼。啊，你爱注意一下。啊，讲你这药啊无咧用，要哪稀释？请你唔好等咧迄个诊所内面，啊，是讲等咧外口的迄个诊所。阮这有咧病院，拢有咧收集了，阮咧分类啦吼，佮统一该要送啊倒去处理吼，啊，唔好凊彩等。吼、哦，即阮拢有迄、那个，啊有人讲啊你即提起会阁循环用未？我甲你讲，即就是气煞啦。啊，若话讲吼，又针对迄波拍开的，啊，佮你有效时间内呢吼，伊会收集起来，啊，佮有迄个第三世界佮龙宫的所在奉献落因，伊诶，迄个会使用的药啊，啊是咱台湾啊无啊讲安尼，迄是外国有安尼咧做，吼、哦。啊，即位电脑过来看即、這个有改，即应该第三啦吼。哦就是副作用啦，即副作用讲有人知影即某某药的副作用，伊就利用即个副作用啊，伊无食啦。伊讲利用即个副作用去害人，但是伊无食，即、這个伊无食，但是要害伊的翁，吼，伊无食爱要害伊的翁啊，当作伊有食，啊，伊讲我是精神病，安尼我无罪，他就这种投机取巧的心态，但是人迄警察讲话讲着，吼，啊无你去强制去迄个精神病患治疗，后来讲啊伊。算计算错了，伊去精神病患，伊就白当出来都无自由啊。结果伊就去找这个查某，啊两个人暴露因两个人的奸计，要得伊的财产啊，到要甲杀死。那两个奸计就是啊，啊这都大家参考吼。啊，咱今晚要来讲药物的禁忌啦，药啊吼是迄个心脏，啊是讲肝脏其他的白当用药啊嘛爱来了，有一些疾病是不能用某种药也要了解吼。啊，你咧饮酒。啊，是讲孕妇啊，你不婚啊，你某种药啊是袂使甲做伙，男的食安尼。啊，你大家知影嘛？咱查囡仔有心的时阵啊，某某药啊会当用袂？你这 A B 吼，基本上伫咧动物实验啊、人体试验哦，这是讲还合乎可以用了 A B 级。啊，你讲 C 级哦，是讲吼动物有危险，但是人类吼没有很明显的这种危险呐，啊，所以还是一个未知数啊，变成讲。你爱参详，你即马怀孕的状况，会使用这个药啊袂？上好是前三个月你爱观察，你不小心你一定要用这个药。因为你若无用这个药啊，你都袂当伫你的边。但是你讲要爱有囡仔对无？拄啊有心，
啊，你都爱选择啊，是讲买低，也是讲要低，搁要低。啊，你要安那去迄个取决啊，前三个月要安甲你分啊，你会得到这个，因为这个副作用啊，囡仔畸形未？这拢爱考虑落去。啊，这就是讲袂当用啊，啊，这更加袂当用，伊搁造成畸胎吼。吼、哦，所以这是有一个分类吼、哦，啊，这讲有当时啊，你拢长期摕只嘴药来啦，啊，都咩安怎？啊，重复用药，啊，你这咩安怎从？我就甲大家讲，我有做一个分类啦，国外是做一个，譬如讲，这个药啊吼，是咧抗止吐的吼 ，methylcobalamin， 伊就你看这个 A B， 伊嘛是有动，伊嘛算激素是 A B C D 型的，啊，这叉叉的意思讲，伊袂再较精神病的药啊互相用，绝对禁忌吼。哦啊，若讲 A 甲 B 吼，伊就说还可以啦。啊 ，C 吼，你都爱搁注意一下。啊，这有分类。啊，但是遐侪药是咩啊？了解啊，请你个问药师，药师帮你查，因为太侪咧，药师无可能拢记啊脑筋的啦。所以阮即马有嘛爱利用讲电脑资讯化，大家嘛爱去了解多媒体哦，多媒体学习 e-learning， 好、哦、去学习，吼、哦、啊。来，那吸收搁较大，侪去迄个知识，我甲多有讲嘛，七个学习的面向吼。哦好啊，这某些的交互作用，弄有些资料也在查哈。啊，这是迄个欧美最大的资料 ，Medicine 还有诶，有数会帮你查。好、哦、啊，咱上好咧诶配药是上好是用水，卖用什么葡萄汁啊、葡萄柚汁啊、啊酸的迄个饮料啊。好、哦、啊，这种有损失。啊，这上重要是阿司匹林吼，甲卖甲银杏做伙啦，吼、哦、啊甲葡萄柚吼，卖甲降血压的药啊吼做伙食。好、哦，啊那胃药啊吼，上好是干卖，干咧胃，诶、欸，迄、那个胃药吼，甲其他药啊是讲钙片，好，安尼可能诶，迄个影响会吸收啦吼。啊，咱讲剩四分钟吼，啊，再来是讲迄个药物的副作用吼，啊，咱都爱做一个迄、那个，若准你食的吼，你知影迄个副作用，你都爱记起来，啊，甲医生讲我对这个药啊副作用，啊，若进行再严重，你都爱去通报了解了解这个药啊有利，啊，免啊预防。啊，咱会做一个统计，吼、哦。啊，听正经吼，有打这个吼、哦，是讲要害就是可以支付你，就是因为这个药啊受伤害，你会使去甲厂商来去做一个赔偿。啊，那赔偿就是赔偿的规定啦，吼、哦。这个 mark。啊，这个意思讲，伊这个查囡仔有得到这个病，啊，因这个 propa 伊甲伊的迄、那个伊的关系。微妙微俏的关系啦，好，在探讨男女之间感情的坚定与否，是不是受到这个迄个疾病的影响？哈，那么主要是要讲这个销售人员啊，伊吼在买这个威尔刚吼，哎 ，commercial 和因迄其他因迄个经销的人得到好处，但是伊那边有一些药价的回扣。啊，那边讲了外药价的黑洞哦，让健保支出哦。去一个漏洞啦吼，吼，伊个药费支出是25%，啊，药价黑洞吼，是安那药价黑洞吼，你知道这个甲方乙方嘛，哎、欸，咱讲这个 A 啦，这个 B， 啊，你是安那谈嘛，吼，而且这个是零差价，爱是用好这个厂商赚10块，啊，总共这10块伊都无谈，啊，但是伊这本他的那个价钱本来是20啊，卖30啊，但是健保伊安尼没有。这个乙方就没有赚到，乙医院呐、啊，啊，这甲医院就怎啊，大家拢各赚5块。啊，那么安怎讲？人迄个日本是准安尼吼价差2-6%，啊，咱台湾要15%。啊，看得愈来愈多，你看，吼、哦，诊所啊、地区医院啊、医学中心啊，所以这就是黑洞嘛，这里面有多大的内幕啊？吼、哦，措施嘛。啊，措施讲安尼啊，人诶，2011年药价调整啊，不敷成本，人拢要退出啊，台湾人变无药啊。哎呀，就讲啊，过来收一套，你超过这个支出目标制度，我就给你砍。啊，现在影响啊，你把我本来 A 药用好好，你给我砍掉变 B 药啊 ，B 药就无好啊，啊无好是毋过转来一直看病，啊嘛讲我医疗浪费成本啊。哈、哦，啊你讲啊到底要哪好？知识作假嘛，该好伊谈，你都好伊谈啊。人研究人有嘛有贡献嘛爱赚钱啊。啊，若无需要哈侪钱，你都爱甲讲你爱改善，你袂使讲你本来就是有10块的迄个利息，10块的迄个基本，啊你要甲卖到30块，你都爱知识作假，它真的它的价值在哪里嘛？哈、哦。
吼、哦，啊，就即个道德，迄、那个弄啊严谨的，讲即个袂使去拜会医生呐，无论利益挂钩安尼啊。啊，主要你要不要政治力介入，还有伦理教育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個、就是讲医药，就是滥用嘛，啊，就违有违药，吼、哦，基本上吼、哦、外观啊，甲伊重点完全的迄个治疗。啊，上最就是威尔刚啦，去用放啦，啊，搁较好个保酸通，啊，搁一个迄个降血压个斯替诺斯，即个安眠药啊，吼，搁最去用放，吼，啊，即主要是中药材有马兜铃酸吼，即、這个拢爱注意，有迄致癌个危险，吼，啊，即禁药啊，伫用啊，咱个迄个迄个生物里面安那搁加入去，吼，啊，即是讲制毒啦，一个迄个老师来制毒，因为伊得了癌症，哈、啊，制毒。啊！你若讲要制毒来讲吼，你也想讲你会叫判刑，吼、哦？你有一级、二级嘛？一是安非他命，它治冰毒，冰毒是治就是那个违禁药，就第二级，吼、哦。这违禁药啊，有人甲做甲遮水着，你看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违禁药你有第一级就会判死刑，搁到第二级嘛？啊，你制毒你就爱，你可能无期徒刑。但阿拜就是直接啦，送那个军法嘛，那是。军事管理对不？美国那个军事政府差不多要完了啦吼，我搁讲一个吼，这跳过去。你若要做歹代志哦，你若想讲你会后果啦。啊，人就是讲吼，迄、那个一个伊会得了癌症嘛，啊，但是迄新药还袂开发嘞。哎、啊，莫斯科有，啊，伊就走去莫斯科的边境去召集人，赶快甲伊赶快得了癌症的人，啊去治疗吼。啊，这个故事啊，要讲的是这个，咱台湾嘛是会使发明。一个新药啊，咱安心公司，咱有九项已经在申请啊，啊有一项叫迄个美国的 FDA 核准。啊，要讲这吼、個，最后要讲这是讲，咱台湾人要得到迄个原厂的药啊，都可能阁爱等七八年。你讲四五年，我感觉不止啦，因本国阁爱用两年。啊，咱即马是毋是属美检？未属美检，咱会使直接美国来爱照顾咱台湾人，伊的技术啊，甲日本嘛是同款。就爱照顾咱台湾人，咱就说甲互相合作，吼、哦！啊，咱照顾咱台湾人，人的健康，甲咱的未来，吼、哦！啊，若讲我今日无讲着，去网络去看我前一届讲的吼，啊，即白色巨塔是讲，即内面内斗黑幕，啊，互咱知影，要啊了解讲即个体系有啥物扭曲，吼、哦！啊，咱应该爱遵守啥物迄个责任，啊，要符合伦理的原则，要尊重自主权。原则不伤害原则啊，利益病人利益原则啊，公平正义，吼、哦，主要器官移植啊，这个啊，安乐死啊，代理孕母这些东西牵涉到伦理啊，咱都要以这四条为主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台湾民众都要以这个人生怀迄个政策，生活需求、生存的地理甲性命享有，吼、哦，来建设咱美好的台湾，好不好？大家拍拼，好不好？啊！即你去网络去点来看啦，即马阁无时间啦。啊，那你讲来路不明的药，药不能你直接阁拒绝，吼！咱保障咱身体的健康，咱袂使白心啦吼。身体啊照顾好，上帝下迄三张批，阁不止哦，讲遮侪张批，拜托大家去注文一下，好不好？祝大家健康，拍拼，多谢。各位同心，下课休困，然后外口餐厅来当用餐啦，然后。